您可以用一些字去帮助孩子学习重复的模式。您可以选三个字，像是狗、猫、鸟。您可以和孩子用一样的持续说上几次，狗、猫、鸟，狗、猫、鸟。然后您可以说狗、猫，并问孩子下一个是什么字。孩子可以说鸟。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如何说出排序模式中的下一个。